国国家画院名誉院长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主任，美术观察名誉主编。这个同学们大家好，现在啊，我们来上这次讲课最后一次这个我做一个示范这个表演啊。这个这次示范呢，在和大家啊交流一次，是吧？这个也是最后的一张画，我想，我们来做一张。画个内容，因为上一次呢，是我们去凤凰林写生完了呢，根据那个写生的这个景物，是吧？我们画了一张这个山水画，现在呢。我想给大家画画，关于桂林这边的一个题材，作为这次这个最后的这张示范，好不好？
它这桂林的这个山的特征啊，它还要咱有的是非常这个独特的，它有的是一座峰，周围互不相连，啊。单独的挺拔一座这个山峰，啊，有的呢，它是一组啊，一簇，有5、6个峰，是吧？甚至是更多的峰，它下边有一个基座，有一个底座似的，就有点像我们平时有一种果叫那个佛手，大家看我有一种佛手，是吧？它就像那人手似的，它下边有个座，上面这峰，是吧？各有不同的姿势，各有不同的姿势，是吧？这几个峰呢，它有。有阳有浮，是吧？有对应，是吧？有对应，它有一定的关系，是吧？有一定的关系，并且它上半部是风，它下半部有的是同一个底座，是吧？有好多。画桂林，就光画上面的峰，下边对那个底座不了解。其实它底座是连在一块儿。我估计它过去以前啊，最是一个山头，长期的风化，它慢慢就变成好几个。是吧？好像，但是它下边底座是有关联的，像这一带就是要这些地方要勾连起来，要勾连起来，是吧？
小亭子也好，是吧？他这种南方啊，就是比较多。他因为南方雨水多，是吧？他雨水多，有时候走到半道上下雨了，人家那儿设的有一个亭子，是吧？亭子的种类也挺多，它经常有这种，有时候田里干活是吧？或者路过赶上下雨，或者歇息，是吧？路旁的这种小亭子，它周围没有墙的，没有墙。是吧？有时候在那避避雨啊，休息休息啊，挡挡太阳，是吧？
这就是江边的石头。这江边石头呢，要画的比较坚硬，但是要看它位置，因为这块石头我们画的就是江，是吧？就是水。那么你要画的稍微单勾一两条线呢，现在就和这个江面呢就分不开了。所以说呢，在上面我们就略略多穿插一点，要多穿插一点，让它在这儿呢分量感觉重一点。里边留了一条小路，是吧？这条小路呢，因为它小路是要比较浅的白的，我们在这边的石头上，我们就把它画密，把小路挤出来。这个一组石头，它里边也要分层次，就这么一块石头，一层一层一层，它有一个层次，有一个疏密。
这起手画这块石头这一带，它印在这边的山上，把它画中，就拉开距离了，是吧？连树带这个山石画的都比较浓重一些。这些地方，前面这些线啊，不够圆，因为那么这几笔上呢，我就加更多的圆一些的线条，是吧？让他感觉到有松紧，有这种线条的
心态转换着吃。我把这两边十字画黑，这中间的小路就挤出。你这些地方呢，也要留些白的这个石头的结构，是吧？你要让人感觉到呢，是路也好，是这个。石头的那个石筋也好，石棱儿也好，这也不要去
埋的这是石金呢、啊，这里头，它和这个密的地方，它那个层次就分开了。要不这一片就容易画得很模糊。疏密啊，黑白虚实这里就都有了，虚实都有。啊，现在一个这几个呢，是我们主要要画的这张画里边的一个重点，啊，重点，它是那几个主要的这个峰峦吧，是吧？峰峦。
桂林啊，桂林那些山啊，它因为它那个地质结构啊，里边都是石头，都是石头呢，它的那个树啊，不会长到山上。山上是有时候也有树，也不能说绝对什么事，它相对说它不会长很多树，树呢都在山的下面。山水画里边，就包括有时候画个小梯子啊这类的，都不要画太实。点到为止。画太实了，就显得很笨。
在这个春的过程中啊，干湿龙胆要一块儿，干干湿湿湿，别画板画时我老说分开了，分开它不生动啊，有的地方都是前一遍春不一定干，我们紧接着就再提一提，再春把春够了，不怕黑。那个桂林的山，尤其是 雨后，过去有句话叫“这个雨后千山呐，铁铸成”，它的雨后的这个。其实桂林啊，在阳光底下，它一有阴天下雨，它的味道就出来
今天那个吃饭课就上到这儿，咱们明天继续画。谢谢大家啊，咱们。